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tty。你们有认得出我来吗 ？OK， 现在还没有人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人进来啊。哎，现在是否有在直播？是没有吧？我现在上次有在直播吗？有。哦，对，开始是吗？嗨，我是 Kitty， 你没有认得出我吗？没有错，我今天就是这样子在化妆，对了，这样子在上节目的，美吗？美吗？我的天哪！请问一下，他们把我画成这样，会不会太过分？好，会不会太过分 ？Hello， 成员，这谁？我是 Kitty，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是不是很过分？好好的一个人，被画成这样子，就是维明哥，还有三猪。哎，不是三猪，是丑脸书画的。对，我的妆原本如此完美，你看我今天的妆本来画的那么好，结果被弄成这样，比平常好看你过分了。这样子居然比平常好看，你认真的吗？我觉得我今天本来以为我会全身而退的，就是今天就是输的就要被画脸，我本来都一直没有被画，一直没有，一直到最后我还是逃不了，就还是输了。我本来以为我会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画的，你知道吗？好美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人会不会太好？人会不会太好？真的，我是要来卸了，要不然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妆太赞了，是不是？谢谢了，我现在把我这个很丑的这个，因为就是维明哥画的，没有错，我嘴巴这一圈就是维明哥画的，画的可真好。维明哥完全没有手下留情的画，因为他自己也被画蛮惨的。这集什么时候会播？你就持续锁定国光的粉丝团，你就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播了。有播他就会那个，有要播出他就会先讲。哦天哪！你手机可以开你的粉丝团吗？哎，你没有粉丝？妈呀，不好谢！那我那天分享。Terry， 你很坏哦。干嘛怎么分享？太惨了，有点像关公。谢谢你们哦，我现在这卸的更脏，比没卸还惨，真的，比没卸还惨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可能会用掉一盒卸妆棉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mi。酷酷。我被画成这样了。我原谅维明哥好了，因为他自己也被画的蛮惨的。你们想看这一集吗？想要来卸妆给你们。鱼骨比鱼骨蠢，哭哭。他说这个是腮红，请问谁的腮红会这么小一点呢？请问谁的？就是他画的，来，我们让他入镜一下。就是丑脸书先生在哪里？而且他本来有被画，他是被画的最好笑的。没有，最好笑在那个吧。没有，你今天是最好笑的。我看到你节目在看到你就想笑。但他现在已经卸掉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我的这个是他画的。难受香菇，你啊，这也蛮好笑的。还有人被画香菇。难受香菇。文明哥是画了我这个一圈，然后这个是丑脸书画的。啊天哪！我觉得这个需要卸很长的时间，而且什么小花，我是小花，卸了反而更丑，啊，我要崩溃，我真的要崩溃。文明哥很坏，文明哥超坏，文明哥画我这个黑色的书，文明哥画红色是丑脸书啊。我今天妆有点。
Kitty 好帅，我也觉得啊，很丑。这样，可是我这样出门，大家会是看我。有谁要看人家卸妆？哎，帮我分享一下这个链接嘛，难得的机会被画成这样。就是输了要被画脸啦，直接来个素颜也不至于吧？怎么越卸越脏？卸得快！哎，啊，卸越脏了。我最近在找时间呐，知道？我要找时间。嗯。哎，问你。可是我有眉毛哎、欸，眼那个部分不差，我的眼妆，我像什么像什么？我的眼妆，你画的这么完美，很像什么？你家也应该来直播一下的。有啊，我卸妆的时候，再怎么样是最美，谢谢你。先把它拉开，然后开始卸妆。很专业啊，专业啊！早上带帮你画那个双层的那个，不要那个，超难写画。那是你的那个是谁画？内眼线，然后我也不想看到。你那个谁画的？我等一下还要跟我朋友出去，结果我现在是这个样子，要怎么出去？还有一整集的。对，这一整集真的要戴口罩。我从第一个就开始了，就被你画成那个。很正，很正啊！没有大嘴，哎，我下手。没有，就画越大。什么经济变脸班？大嘴唇就很糟糕了。嗯，越卸越脏。我等一下怎么出去？我等一下是哪都不想去，我想要回家。感觉受伤了。对，我想回家，回家哭。被画成这样，蓝收，蓝收。觉得蓝松，旁边还有谁？旁边还有快卸完了，还有眉毛上面有小草的，大家都快卸完了。咪咪，鬓角要擦哦，谢你哦，谢你。谁？嗯，好脏哦，越卸越脏哎。对，用很多卸妆棉，我用了这么多，还没卸完。文明哥，拜拜。文明哥，拜拜。文明哥帮画我的，但他自己的已经卸掉了。对，我把肥多多左外门卸掉。哦，好难卸啊！救命啊！好像超多了吧？救命啊！拜拜拜拜。我怒了。哇，你的好多啊！对，我感觉安全。拜拜。那我们好了，我觉得。里面有人把草卸掉。我在军服。直接挖洞，我想啊。我现在不知道如何面对外面的人，然后现在卸成这样子，非常的脸非常的脏。我里面一定要穿裤子啊。套的还是桶的？天哪！你有安全套？我有点无助，我没有哎。我刚刚录的真相现在。OK， 我现在是卸到一半，但是我也拿它没辙了，因为差不多就这样了。没有，我的裙子是自己的啦，全部都卸了，全部都卸妆了，大家都很狼狈。可是我是穿南投酒令翻白眼，可以哎。嗨，丑脸书就他画的，他的杰作。那看我粉丝哦，可是你们粉丝都男的啊，我都是女的。谁？怎么会有女的加你？怎么会？我粉丝90%都女的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你问他，你又不是帅哥。他说他的粉丝都是女生。真的。90%哦，那站在女生那边的好不好？你今天没有，你今天没有，他今天都一直帮男生说话，害我们都被画脸了。你长得漂亮，真的比较漂亮啊！谢谢你哦，人家都卸光了，拜拜。大家可以加丑脸猪脸的 Facebook， 然后也可以加俏皮甜心，不是俏皮甜心，俏皮甜心是谁啊？可以加我的粉丝团陈玉洁 Kitty， 谢谢。对，她是姐妹。好了，丑脸书可能是姐妹。好了，我去完了，我差不多要去赶下一团了。再见。拜拜拜拜。